台湾女艺人当中蔡依林情归何处，相信好多 fans 都好想知道。不过呢件事日前终于明朗化啦。假日我哋喺日本东京见到佢同一个高大猛男一齐行街，非常烟瘾。睇真啲啊，呢位高大猛男名叫 Vivian Dawson， 喺早年嘅新歌《换爱之徒》嘅 MV 当中担任男主角。而呢个 MV 最有特色嘅地方就系蔡依林全裸出浴，兼且又揽又锡，相信外火喺呢个时候就挞着咗啦。而有读者爆料啊，话早年喺今个月12号啊，晨早流流搭早机飞去东京啊，而阿 Dawson 哥就前后脚去机场，而喺飞机上面啊，大家坐到冇雷公咁远，慌死大家知道佢哋识一样。但系啦，一落机即刻就糖黐豆，相信咁样睇落去，话佢哋系朋友都太过简单啦。Jolin， 你似乎冇吸收教训、哦。周杰伦，你个老友曾几何时都喺日本俾人踢爆拍拖噶？唔知，但系友情饮水饱之后嘅事，迟啲先理啦。